罗总郎的丁真教授为稻城县熊登市第三序位第十一世罗总把登丁真业界合符专属灵童准予序位。十一世罗总把登丁真业界合符专属灵童的寻访认定，自始至终坚持了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政府批准等程序，自始至终贯彻了藏传佛教合符专属管理办法，使党和政府充分尊重藏传佛教界意见，充分尊重广大信教群众宗教情感，全面贯彻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使党和政府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办理实事和好事，受到了宗教界的颂赞和信教群众的认可。今天我们以最隆重的仪式，用洁白的哈达敬献给罗总郎的丁真教授合符，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同时希望合符在各大高僧大德及其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潜心学习佛教知识，努力提高文化素养，继承历史至美合符爱国爱教的良好风范，成为一名宗教造诣深厚、文化知识渊博、党和政府信任、群众信教、群众拥戴的新一代合符，最终承担起爱国爱教、利国利民的重任。同时希望在合符的带领下，熊登市上下僧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继续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努力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坚定不移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稻城经济社会发展、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贡献。最后预祝坐床合符坐床典礼圆满顺利，祝各位领导、各位高僧大德和各界人士身心康泰、吉祥如意。感谢各位。好累啊。特定的社区安书记在各用书主办人，来人配备共产党籍上届女性主办党次数龙大大娃学来的学员，今天的庆典仪式我想程序圆满结束，下午寺庙将按照宗教仪轨进行多场服饰活动，请各位来宾朋友们沐浴佛光普照，沐浴甘霖赐福，谢谢大家。